走来了3分钟。早来就对了，约会嘛，不能让女孩等。路是还挺快。是我跟高秘书约会吗？穆总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呢，主要目的是为了监督他，避免他因为工作不当影响苏小姐后续履约。毕竟呢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活动，穆总来也对，如果被拍到，也不会给你添麻烦。还是高秘书细心哦。今天这次的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你找到心动的感觉和动力，这个手环可以帮你实时监测心率。让结果数据化、可视化，点子不错。这个约会地点呢，我也很满意。高秘书，你费心了。应该的。高秘书，还等什么呀？看来穆老板对完成任务的意愿很迫切。那我们快开始吧，高秘书。今天是模拟恋爱，那我们就做些情侣之间会做的事情吧。行。心动体验第二轮，爱心便当。是这玩意儿就能心动？先尝尝这个，看看这种方式对你有没有帮助。甜宠剧里把这叫欲擒故纵。那我也试试。不就是个体验，至于投喂吗？等一下，你吹到嘴上。哎呀，有点饿呀。味道多，好美啊！是还不错，不过比起你来呢，还是差点意思。哦，会聊天儿，我看看。你挽着我试试，甜宠伦理说亲密接触也会心动。真的假的？冷啊！嗯，稍等一下。来，好点没？高秘书也不能感冒啊，毕竟现在身负重任啊。谢老板。现在心率多少？哎呦，还不错，97。97还不错。这么磨磨蹭蹭的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完成任务？哎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我办公室好像还有一份文件需要翻译。高秘书，这里不需要你了，赶紧去工作吧。那苏老师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心动任务就交给穆总了。高秘书辛苦了。我搜了一下情侣最爱去的地方，家具体验馆排前面，说不定对你有帮助。行。模拟恋爱当然要模仿人家情侣的样子了，光看这些家具怎么可能心动呢？哎，你叫我一声亲爱的试试看。啊？愣着干嘛？快叫啊！亲爱的。怎么只有70啊？刚跟高秘书在一起的时候还有90呢。你呢？我正常。你上一次心动是什么时候？不记得，就是因为太久远了，所以才找你帮忙。你呢？你上回心动的时候什么时候？我上回
我忘了。算了，你不行，要不你还是把高秘书叫回来吧。我不行？什么叫我不行啊？我，你的自高龄比我行了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自己看看这心率啊，我只要一跟你在一起呢，这心率直线下就跌停了。这赤裸裸的数据就是证明了，高秘书比你行。比我行是吧？好，比我行。过来。干嘛？过来啊。一了，成功了，终于找到心跳加速的感觉了吧？由此证明，我还是比高龄行，并且还行很多。我那是因为撞到脑袋了，所以我才心率上升的，是算个鬼心动啊！好，既然你说不算，那我们就换个地方。反正备选方案多的是，我今天就奉陪你心动为止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想。回家休息休息，走。